这招财猫姑娘知道吗？举左手的招财猫是公猫还是母猫呢？公猫，公猫是母猫。哎，举左手的是母猫姑娘。那这样吧，我问一个简单的哈。再给次机会吧。敢问姑娘，含笑有鸿儒。白丁、刘禹锡、张世平，你的答案比他的问题还长。白丁是什么？哎，就跟你一样没文化的人，不知道。白丁就是啥也不知道的人。开个玩笑啊，白丁是指没有功名的人。再给姑娘好歹对一道，咱们照张相啊。再来个简单的。人有几个心脏啊？一个答对了，姑娘，来和姑娘照张相。哎，来，哦，有人给你拍照，在那边，在这边。那你摆个让你骄傲的动作，来，一二三，真挺骄傲的，姑娘也是乐善好施嘛。啊，将所学的东西都还给了老师，甚至还多给了。